戴着毛毛低调走出机场大厅，他是台湾霹雳舞一哥孙振。23号出战巴黎奥运资格赛的布达佩斯站，以第十名顺利抢下奥运门票，成为台湾史上第一人。朋友迎接他时挥着他的大头罩扇子，逗得他哈哈大笑。这次真的很幸运可以拿到这张奥运门票，就也开心。当然是第一次参加奥运，我相信奥运的巴黎一定是。觉得会颠覆我以往对巴黎的想象，所以我其实很期待。这次的巴黎之战，最终虽然止步16强，不过在第15名成绩仍然获得26分，再加上5月上海站第7名的34分，以总积分60分成为第10名的选手。但这两个月以来挑战重重，造成脚踝出现撕裂伤，还是蛮酸的啊，角度不能太大，但是应该也不会。应该就是先这样子，然后一样会回国训中心，因为我们在国训中心训练，其实里面的医疗还是相对非常的完善的，所以就是在里面一边训练一边治疗。就是看到孙振这样子一路走到这样，我觉得很不容易。希望到巴黎一样，圈内人还有所有我们这片土地上的观众都能支持他。所谓的霹雳舞其实就是大家常听到的 breaking， 又可以称为地板舞或是布克舞。舞者通常称为 b-boy 或是 b-girl。 和一般舞蹈比起来，霹雳舞的体育性质以及个人风格较为强烈。而霹雳舞男子项目赛程将在8月10号举行。孙振在现实动态转发贴文写下，好快，给不给时间变强，时间剩下不到1个月，他也将加紧练习，要替台湾争光。三新闻张俊杰黄世涵同一重播报道。